丫头，丫头，喂，你好，张子鹏吗？请问您是哪位？我郑怀山。郑教授，你好。你的事情我听左林说了。你还好吗？啊，人生难免走背子，让您见笑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谈谈好吗？郑教授肯见我。我求之不得。你方便的话，来我公司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请问，是张思鹏先生吗？啊，我是，你好。张先生你好，郑总正在开会，请您稍等片刻。好的，反正我也没事儿。郑先生，你喝点什么？咖啡、茶、饮料还是苏打水？我随便。别随便呀，我不能替您做主，您选一样吧。这样啊，那就苏打水吧。原味的还是香草的？原味的，你还真讲究。那您请稍坐，我现在给您取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郑先生看起来不像政府官员，反倒挺时尚的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您是郑总请来的贵宾，我们能不提前做好功课吗？啊，百川控股确实不同凡响。您如果对我们公司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简单扼要地向您介绍一下。好，那就请先坐吧，舒服一点。好，谢谢，你也坐。百川控股创办于8年前，是一家民营服务类企业，不做实体经济，主要以控股的形式向关联企业提供金融、法律、财务等服务，服务对象涉及房地产。回来了，来，坐吧。国会异议的裁定已经给齐三河送过去了。怎么说？他说还要告下去。背后军师出的主意。什么军师不军师的？上次你提过的关于联众律师事务所为永嘉地产提供法律服务的事情，我已经调查过了。结果？结果就是你的信息有误，跟郑怀山没有任何关系。哪儿有误啊？这个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陈彦南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我很了解他。郑老师是注册律师没有错，但是他只做政府的法律顾问，不做诉讼。陈彦南何许人也？
陈彦南是郑淮山的手下，他是百川控股集团的总经理。你觉得他俩分得开吗？那按照你的理论，你也是我的手下，咱们两个分得开吗？你这是强词夺理。谁强词夺理？行，好了，我不跟你争啊，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战争。你这人就是太自负了。谁自负？我告诉你，在永家这个案件的代理人名单当中，根本就没有郑淮山这个名字。没有郑淮山这三个字，不代表他真正意义上他没有。若儿，我听了半天了，这件事啊，左把关说的对，你错了。不是，我说你错了。我脾气不好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抱歉，让你久等了，子房。啊，陈教授您好。你好。没有让你觉得寂寞吧？啊，不会，您的职员素质很高，交谈非常愉快。郑总，詹先生。你们先谈，我先忙去了。行，安娜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这边坐。好，来，教授请。坐。啊，谢谢。思邦。哎。聊聊你的情况吧。啊，好。郑教授，您这么看重我，是我自己给搞砸了。别这么说。有时候坏事呢，也是好事。您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本来想报恩的，但现在恐怕也没什么机会了。我看倒是我们的机会来了。怎么说？我就不绕弯子了。今天我请你来呢，就是想问问你想不想到百川来帮我做事。啊，我我看中你的金融方面的才干，我想请你来百川控股集团做投资总监，这对你我都是机会。我先谢谢郑教授这么看得起我，但您的邀请让我觉得有些意外。怎么，你还有更好的机会？不，郑教授，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帮我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左林，他是我最欣赏的学生，帮你也就是帮他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看中的是你的学识和能力。我相信百川有了你会如虎添翼，而你在这里也会有更广阔的天地。啊，明白。我需要一段时间考虑。如果你忌讳我跟左林的关系，你可以不接受。来，喝茶。谢谢。郑老师聘请你去百川控股做投资总监。是他主动给我打了电话。那你怎么考虑的？我想接受，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。郑老师，我觉得不太合适吧。你担心什么？不是担心什么，你不觉得怪怪的吗？我
我倒觉得没什么。如果你觉得怪，那应该是当年那些影子在你心里还没散去吧。我没有什么。你不介意吗？不介意。啊，郑老师还说什么了？他说啊，他很欣赏我在金融方面专业的能力，体制饭我是吃不成了，也许我还能在商业界实现我的价值，但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那我就……我没理由不同意。那你要是觉得郑老师那边的发展更适合你的话，那你就去啊。那既然你同意，我想赶快上班，不然没事待在家里面，我觉得人好像越待越傻。听你的。老师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听说您让思鹏去您的公司当投资总监啊？有这么回事？我觉得不太合适吧。我倒没想这么多，我就是觉得思鹏是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，就这样被埋没掉太可惜了。我想给他个机会，当然，也是为了你。你看您这么说。那就更不合适了。举贤不避亲嘛，毕竟我们只是师生关系。啊，左琳，我认为你想多了，希望你不要排斥。那我就替思鹏谢谢老师。我们之间不说谢，我能理解你。你放心吧，一切都会慢慢趋于平静。我会给思鹏一个良好的环境，他会适应的。好，谢谢您。那晚安。晚安。张思鹏就要来百川上班了，故事要开始了。各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，包括出生、生长发育、繁殖和死亡。天天，你慢点来，把牛奶喝了。喝什么牛奶呀？没看见我在这背书呢吗？这孩子又不听话了，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？哎呀，刚刚跟我说过，是我跟我说过，喝牛奶可以长高，喝牛奶可以长高，可以长身体。赶紧喝啊！中午给你带水果了啊！啊、嗯，尹大哥，尹姐，不同动物的生命周期所经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想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呀、啊？
我住这儿啊。啊，这么巧，我也住这儿，昨天刚搬过来的。哎呦，那可确实太巧了。哎，天天啊，来，这是爸爸的同事林吉阿姨，叫阿姨好。林阿姨好。天天你好啊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。嗯。哎，林姐，租的房子吧？是啊，跟我姐，主要离她上班近。啊。你还有个姐呢，没听你说呀？你也没问过我啊。我姐比我大五岁，人特好。是啊，家姐如母嘛。是啊，我姐对我比我妈还好呢。不像尹大哥一个人辛苦，还要带个孩子。我的事儿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都是同事嘛，多少知道一点。哎，你这是上班吧？对呀、啊。坐我车一块儿吧。那太好了。走，上车。哎。安全带系上啊。嗯、哦。过几天就会开始进行永嘉的拍卖程序。嗯。魏姐跟我打过招呼。齐三河那边我已经找人通知了。进来。郑总，来报道了，欢迎，热烈欢迎。哎呀，这是一表人才呀、啊！四方、啊，以后百川就是你大展宏图的地方。谢谢郑总赏识。哎，我可不是什么总啊，这位才是百川控股的总经理。以后呢，你像左林一样叫我老师就行。行，那这样吧，我以后还是称你为教授。都行都行，我来介绍一下啊。好。陈彦南，陈总以后就是你的直属领导。陈总您好。彦南，张思鹏，来做咱们公司的投资总监。我从市政府的证券管理科挖来的。你认识左林？他是左林的男朋友。安娜，你带思鹏去办公室，以后安娜呢就是你的秘书，有什么事呢你就吩咐他。好的。那教授。陈总，我先离开了。好，有什么事找我。张总，这边请。好。老师，你怎么能把左林的男朋友带进公司呢？我猜你就会这么问。此人啊，大有用途。我们公司缺金融界的高管吗？老师这么做是为了左林吧？看来我真的是把你惯坏了，什么话都敢说。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吧。啊，以后我做任何事情都向你请示，好不好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也应该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吧。行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给你两个选择：一，必须和左林搞好关系；二，如果你看不惯我的行为作风，我不勉强你，你是自由的。
老师，我在。你是在开车吧？是。那你好好开车，开车打电话不安全。不，老师，你说吧。你看你这固执劲儿又上来了。你有什么话就说吧，就让我固执这么一回。永嘉地产的资产评估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要有所准备。老师，你不是要把我扫地出门吗？在我生命中有几个人我是永远不会离开的，你是其中一个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擦擦眼泪，好好开车。嗯，再见。好，我挂了。先不说，先不说啊，还有别的事情。好，魏局，永嘉地产已经进入评估程序。嗯，好，干得不错。对于永嘉的执行啊，现在总算是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了。但这个齐三河收到裁定以后还在折腾呢，复议也提了，异议之诉也提了。只要咱们符合程序，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。对于永嘉资产评估的会计师事务所定了吗？定了，是按照规定进行电脑抽签的，抽的是天平事务所。嗯，好。哎，那个法官助理于川，你用了怎么样？还顺手吗？还行吧。我最近可是听说了很多对他不良的反应啊。他要是有什么问题，局里可以考虑为你再调整一个助理啊。您说的问题是指他哪方面啊？当然是工作能力了。其实于川他做事确实比较鲁莽，有的时候想问题呢有一点偏激，但他工作还是很努力的。好，那就好。喂，哪位？左琳，听不出我声音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真听不出来。有什么事快说吧，你不说我就挂了。我是你的老同学陈燕南。燕南，是我，有空吧，出来聊聊。两位请慢用。你终于肯露面了。你都和郑老师联络上了，我还藏得住吗？你找我不会是为了永嘉地产的事吧？我约你出来不谈公事。那谈什么？郑老师还是我男朋友张思鹏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么咄咄逼人。这不都是法院里面落的职业病吗？张思鹏很好，在百川很受郑老师赏识。郑老师自己就是金融界的高手，聘请张思鹏还不是为了你。话不好听，但是实情。好了，叶丹，说说你吧。
你一直都跟着郑老师吗？能量守恒定律吗？一个人欠下的债，总得有另一个人帮着还。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是我在他身边。感情的事儿，没有什么谁欠谁的。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。这个世界上，每天都在发生不该发生的事儿，谁都控制不了。叶楠，只要你觉得值得就好。我是觉得，过去的就是过去了。你是过去了，只怕别人过不去。你不要说话，总是话里有话的。左琳，我们还是回到以前那样当好同学相处吧。我可不想跟你之间成为敌人。按照现在这个局面来说，我们可能很难不成为敌人。你是廉政律师事务所的主任，永嘉地产的每一步都是你来谋划的吧？百川的事情我还忙不过来呢，律师事务所那里我只是挂一个主任的名头而已。那上次高院二审的时候，陆吉安旁边的律师是你的人吧？这么说吧，郑老师被聘为市政府的法律顾问以后，永嘉才开始接受我们的指导。这种指导说白了只是一种名誉，一没有协议，二不收费，没有任何利益关系。我这么说够清楚了吧？很好，撇得很干净。你执行永嘉的时候会顾及我和郑老师的面子吗？你觉得呢？好了，叶楠，快说吧，今天找我来主题是什么？重新做回同学朋友。我们试一试。陈总，思鹏，陈总，我和你女朋友以前是大学同学。这么巧？没什么巧的，我和她都是郑老师以前的学生，这样就好理解了吧？我一直在抢的，她总是轻而易举的得到。我一直放不下的，他早就放下了。果然一直都是这么冷酷无情。别理他，神经病。进来。老师，这个月的资金流转状况表您过目一下。
我刚刚见过左琳了。聊什么了？也没什么，老同学叙叙旧嘛。老师，嗯，我认为你把张思鹏带进公司，就是在身边放了一颗定时炸弹。你这话说的有点严重了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还不了解我。未来的商业帝国需要左琳这样的人才，有了张思鹏，就等于间接控制住了左琳。嗯，你认为张思鹏对左琳有这么大的影响啊？有多大影响还不知道，但是值得一试。您高估他了，张思鹏对左琳根本没有影响力。袁楠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信任马太吗？因为他干了40多年的警察。因为他一直默默的做事，从来没有一句多余的话。好，是我话多了。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是你要相信我。陈护士长，哎，这两位是法院来的同志啊。你好，他们想看看那个孩子。好的，两位请跟我这边走吧。好。好。靠窗户边的那个女孩子就是。孩子得的什么病啊？白血病。现在还在治疗吗？嗯。在治疗，5年来应该说一直都没有复发，可以说算是治愈了。但是后期的治疗还需要药物来支持。护士长，这孩子的父母5年以来一直没有来看过他吗？没有，我们医院现在还在负担他的医药费。这孩子父母怎么当的呀？哎。这孩子前2年啊，还在问我们，他的父母亲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现在呀，他索性也不问了。其他孩子问他，他就说我没有父母。有时候隔壁床的家长分给他一点吃的，否则啊，也就跟着我们在食堂吃点饭菜。那孩子家长最后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？这是他们的缴费记录。入院的时候交过2万块的押金，后来用完了，第二次让他们交钱，他们到收费处打了明细以后，说是取钱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前天我们通过医疗内部系统发现孩子妈妈的就医记录，这才赶紧请你们过来。嗯，哪家医院？东区妇产医院。前天她在那里做检查，妊娠检查，又怀孕了。这父母只管生不管养，孩子生病了就往医院一扔，太不负责任了。没关系，只要有记录就好查了。什么呀？坐下。坐。你们是过来干什么的？你叫李小平，你是张晓。明州中院执行局的。你们这什么意思？李佳佳是你们的女儿吗？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们把你自己的女儿扔在医院里不管死活了是吗？不是不是，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好定力啊，这一失踪就是5年呢。不用管我们怎么找到你们的，只要你们还喘气儿，我们就有办法找到你们。现在这个案件归我们中院执行局，根据判决，你们应该立刻马上接回你们的孩子，并支付拖欠医药费，
28,425元。那是哇，怎么那么多钱啊？这怎么算出来的？你把我们廖可可卖了，你看值不值这钱？是啊，那你们的孩子怎么办？有钱生孩子，没钱接孩子回来是吗？医院帮你把孩子治好了，你们就恩将仇报，把孩子扔在医院里不管了。孩子的病真的治好了？你还关心孩子的死活吗？孩子的病情啊，控制住，目前很稳定。孩子的身体状况呢也很好，就是情感上太缺失了。今天来啊，不是跟你们商量的，孩子你们必须得接走，另外拖欠的医药费呢，你们也必须要偿还。孩子你接不接走的关键，他的钱还不上。你别说28万了，你就28,000，我们现在拿不出来。开这么大面馆，没钱接孩子是吗？这是租来的。这个房租马上到期了。哎，这两天生意不好，还不知道能不能交上呢。咱们当父母的也不能把孩子扔了不管呢，你说是不是？是他不是扔了不管，他关键没钱。李小平，你知道你现在行为是什么吗？抗拒执行，我们可以依法对你们进行罚款，甚至是拘留，懂吗？你别管说是什么抗拒是吧？我们也不是故意的。你要想拘呢，你就把我们俩拘进去，是吧？那个地方还有惯犯呢，我觉得挺好。简直不可理喻！我们俩这趟来啊，就是把基本情况呢跟你们说一说。至于最终选择什么样的结果，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。走。哎，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吃碗面吧。不要钱。儿胖，咱们孩子治好了，把孩子给接回来吧！我不是不想接，关键是钱他还不上啊。哭干嘛你？你哭干嘛？别哭！进来。陈总，您找我？你去一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，让他们想办法把永章的资产评估速度拖一拖。去会计事务所？有什么不妥吗？这种事儿，应该是我去吗？你去吗？郑教授请我来是搞项目投资的。那没项目投资，你就白拿工资不干活了呗。不是，但你安排我做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见不得人是吧？你拿这么高的工资，就是应该在公司有需要的时候解决困难。这不是解决困难，这根本就是违法。张思鹏，你有话就直说。你是觉得你没能力完成这件事儿，还是觉得我不配领导你？我只听令于郑教授的工作安排。这就是郑老师的决定。你要不相信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找他验证，是吗？你以为给你这么高的工资，凭动动脑袋瓜就行了吗？
好吧，那我怎么能让他们拖延进度？这才是一起商量工作的态度嘛。再商言商，只要是能为公司带来利益的，没什么不能做的。可我真的没做过这种事，我以前做事都是公对公。我找个人陪你一块儿去吧，免得你这个正人君子把事儿给我搞砸了。